们在看，我们是在金鶯的主场看陈伟英，看陈伟英投球。我投球，好。下面那个，那坐在这里，下面投的那个就是陈伟英。好。好。旁边这两个呢，在用薯条当球棒，他们也会打击出去哦。我在等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Ming-Wei跟永晴的第一场大联盟球赛。哦，就单打。哦。在哪一条线还是算坏球，对不对？不算好球 ，out。他有接到吗？没有吧？暴露出我对棒球的无知。再给大家看一下陈伟殷，然后就要收起来了，就是这个，对，好，